中国笔墨书画的文房用品其工艺艺术经长期发展出多样化外，亦蕴含文人雅士的喜好及品味，不只对书画艺术有直接贡献，更是各家珍藏的艺术品、文房用品、毛笔、墨砚、水柱、笔筛、笔洗、笔筒、文证、拆信刀、扇子、玉、印泥盒、贝哥、手炉。七楼711。